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。刚收到消息，周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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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，周总，周总，谢谢周总，那我就直说了，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站在你这边，你一定会成功。DK 商业城出现了严重的事故 ，DK 集团音乐经营上出现巨大亏空，可能已经无力了。上海的股票连续三日跌停，江哥和小萌进医院了。周总，我已经批准了你的辞职报告。